大家好，我是浩克，我们今天来到大有梯田生态公园。那从名字就可以知道，它这个公园有梯田的特色，周遭也有大有国中小，还有中文公园等可以停车，然后看起来绿覆盖率也蛮高的，我们就实际走访看看吧。哇，到了耶，绿意盎然耶，大哦，哇，乐乐超大的耶，超漂亮的耶，梯田耶，乐乐，这就是稻草人耶。这个绿意盎然呢，好棒哦！冲啊！要帮忙吗？我要溜咯！这个沙子感觉很棒哎，这种就很好，很好洗掉的沙子哎，超棒！哇，这洗手间做得太漂亮了，好像小木屋哦。这也还蛮多小点心可以吃的哎。往下延伸看起来，右侧是一个很清凉的登山步道，然后左侧面市区就是有很多游乐设施，哎呀，超赞的！乐乐要去哪一条？走吧！哇，这区比我想象中还大，还超大，超大，超大！好啊，那个林道紧接着会接着一个登山步道，不过因为我现在独自推着圈圈，所以这边取消这个挑战咯。